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6月10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在十号这天上午，新北市议会再度进行了市政总质询，市议员们今天就针对新北市各级学校相关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质询，包括了校园毒淀粉控管，还有硬体建设等等，都希望市府方面可以加强处理，维护学子们的健康和教育品质。在十号的议会总质询上，市议员周雅玲就针对学校食品的安全问题，希望教育局以及卫生局要好好的监督管控，避免让学生们出现食品安全上的疑虑。摊商成千上万的货品要检验，请问我们福利社要等多久？我相信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所以就像刚刚倩萍议员所说的，我们现在现有的编制才10-20位，请问如何负担这么庞大的检验量？请问如何负担这么庞大的检验量？所以我想市长应用所有我们27个局处的力量，横向纵向，大家全部做起来。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不是我们教育局，也不是我们卫生局，立刻全面清查现在的所有校园合作社、福利社有没有违反原来规定去贩卖熟食，尤其是国中国小的部分有没有贩卖熟食的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严格的去检查。啊，第二个。贩卖的是一般食品，就是包装这些食品有没有符合原来包装的这些事实的标示的一个需求。那当然食管法的规定还有1年，但是我们可以更严格更早的来要求这些校园食品。另外，对于市府要在林口地区花6亿多盖一个教师研习中心，也让大部分议员不以为然，认为不如学学隔壁台北市，不但有天文馆、科博馆、美术馆等等的设施，让学生可以前往观赏，增进相关知识。别的地方有文化、有美术馆，我们都没有属于自己新北市的美术馆，还有我们的一些博物馆、天文馆。我相信这也都是学子他殷殷期盼的，还有一些家长的期待。所以市长今天不是对刚刚市长您所说的那3项的选择有所批判。我们只是认为说，我们的选择性可以更广泛，可以更深远，可以更优秀于我们新北市未来的一个发展。当中预计大概明年底后年初就可以完成，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像是一本非常大的书啊，这个是最新的。然后另外美术馆，你知道我们规划设计就是在这个三鹰的那个新生地的地方已经做了这样规划。另外博物馆的地方。对这一点我们已经很骄傲的，我们新北市已经有5座博物馆，这是等于是大台北地区或台湾地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我们把我们的博物馆可以做得更好。议员表示，希望市长朱立伦不要因为升格后急着想要政绩，而无谓盖一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建设，应该广纳民意，建设地方真正需要的基础建设才是市民之福。记者方文强议会上报道。